那时候不知道就是你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，就是包括这个任务要干嘛，具体要干嘛，脑袋里边都没有动。对，我们中间就去拿背囊嘛，领导规定的就一个班一个班的往楼里边去取装具，当时楼都还在晃，然后每个班是2分钟时间。重复都上一遍，重复都上一遍，说完了，已经打算了，全都试完了。应该打的危险不打了？啊，这出去了。学校小孩留着，这是还有王菲，好吧？老百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们就是尽自己最大的所能去救助他们。简直有种被埋的感觉。是谁？摄像，射水，你看那个水。这船裂了吗？全部都裂了。这个山太杠了，这个。天，活着吗？活着。那个小女孩是没有伤，就一直拽着我的衣服。当时的我就说：“叔叔忙。”我说你有事吗？她也不说话，她说我没有事，就是流水，她什么都懂，她也不哭，眼睛特别大。后来等我把所有的东西安完了，我就在那等直升机来的时候，我才有时间问她，我说你家里边呢，人有多少？我们家里边19个人，我说就剩你一个了。他说啊，他说我小姨还在。他说我小姨说了，他说这个人能救你命。我小姨说这个人能救你命，你就跟着他。如果你跟着他，你就能活。他就是听了小姨的话。就那样的，就一直跟着我。这几年慢慢，你突然想起来当时那些画面，就老百姓就真的是我们叫就是对于军人的这种天生的这种信任，就你突然就觉得当兵的真的是有意义的。就你穿上这群军装是真的是要担上责任的，不是说说的，而且你要付出的东西或者说就是还远远不够。这么多年嘛，说实话，叔叔确确实实把你的样子给忘了，但是就记得你那双特别漂亮的眼睛，大眼睛。在成都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眼睛特别漂亮的小女孩的时候，叔叔都会想起你，都会想起你那时候就紧紧拽着我的衣服，可能这是叔叔这么多年，包括以后都不会忘的。